关于苏醒，睁开眼，我们真的苏醒了吗？一到七，九到五，在有限的时间里，走最多的路。曾经坐不住的年轻人，却忘了怎么呼吸。给苏醒来一场革命，解放双脚，让身体跟着走，向左向右，走了就知道。从出发开始，陪你昂首阔步。Skechers Go Walk 5